我是歌手周深，经典传唱生生不息。2024锁定芒果，一起唱响华华。张开透明翅膀，朝着月亮飞翔，搜寻最美一个现实的天堂，飞过夜的尽头，拥抱你的温暖，趁着幻想的风洒落无数的光芒。9日，恭喜周深成为康师傅老母鸡汤面代言人，国民歌手时代之声，音乐与品牌的组合值得，老母鸡汤面好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非常高兴成为康师傅好汤品牌代言人，恭喜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和牛尾汤面上市啦，汤鲜味更纯，就选康师傅。谢谢大家。10月8日，央视六公主终于播出了4日在厦门举办的第36届金鸡奖颁奖典礼，我们也看到了周深完整版的人事舞台。舞台一经播出，央视各微博又开始炫耀模式。1905电影网官博、电视频道、融媒体中心官微等纷纷带话题，周深再现神奇现场，周深金鸡奖人事舞台科幻感拉满。周深金鸡奖开场表演发文说，歌手周深从天而降，实力现场金鸡奖提名影片《流浪地球2》主题曲《人世》，在科幻感拉满了舞台，周深与舞者共同化身的地球卫士守护家园致敬光影。4日晚直播，8日晚才正式播出。小编怀疑这几天央视六公主主要是在给周深舞台做特效。周深乘坐太空电梯遨游宇宙，还有那超近景动感又宽阔的土星光环，这超级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感官冲击，简直是超越科幻大片级别的舞美。一如既往的稳定演唱，堪称超神级舞台。而开头的标题是光影要文明人世，自认为太符合整个舞台效果和周深的演唱了。不得不说，不愧是央视对周深独有的偏爱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周深发文说，请听我在金鸡奖乘着太空电梯唱流浪地球2主题曲人世，央视六公主竟然转发并进行了填空。六公主请听歌，感谢从天而降的周深，并问周深下一次打算怎么出场呢？今年周深老师为电影《奇迹分享》还演唱了主题曲，然后这部电影呢，在去年的金鸡获得了多项提名，还拿到了奖项。对对对，我有看到，想恭喜我了。但是今年为《流浪地球2》也演唱了主题曲，也有很多提名，所以大家现在说你是为金鸡提名电影演唱主题曲的专业户，对这个新称号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很荣幸吧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，然后每次在电影院去看到跟着故事啊情节在推进，然后听到一首很适合的歌的时候，自己都会被歌曲所吸引到，所以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对，希望可以遇到更多的好的作品。那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，可以给我们简单预告一下吗？我的这一身装扮气场跟平时就不太一样，所以今天演唱的是一首比较有力量的、比较宏大的一首歌，也是《流浪地球2》的主题曲《人世》。对，希望。而且今天的舞台对我来说还挺有挑战的呢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各种挑战吧，就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挑战。具体是什么样呢？一起期待一下。那我们也请周深老师接下来好好准备好，我们一起期待今天晚上他精彩的演出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明天又将迎来周深新舞台，天猫双十一惊喜夜将于11月10日19:30直播，官方发布悬念节目单，每个嘉宾都有两个关键词，其中周深的关键词是晚会首唱和梦幻神秘。周深是当下新生代歌手中的佼佼者，第一个是晚会首唱，
这很可能表明他会演唱自己的歌曲。而且为了符合天猫晚会的调性，参照他在这个舞台上演唱过的歌曲，很可能是一首大开大合的歌，因此推测可能是 My Only。My Only 在婚礼圈很火，而且猫晚不仅面向国内观众，也面向国外买家，因此选这首英文歌很合适。而对于梦幻神秘的关键词，推测则有些困难。但是对比 My Only， 小编的推测则是硬科幻电视剧《三体》的主题曲《永恒孤独》的英文版 Endless Sailing。推测到这里，如果周深在2023猫晚上演唱 Endless Sailing， 那一切就明了了。英文歌符合天猫国际化的调性，三体的主题曲自然带着梦幻神秘的色彩，可以说没有比这首歌更适合在猫晚上演唱了。期待周深的现场舞台。九年的，三十年的，九年的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进片头。